欢迎回来我们的弓箭手们，这一次我们使用的这个是饥饿女孩啊。为什么要饥饿女孩？哦，这个是鲨鱼哥啊，他居然扮女装。哦，这个弓箭可以变三只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试试看。啊，太远了。哎呦，这个三叉戟会闪电是吗？哇，喷水。三叉戟，哎呦，中一箭了、啊！嘿，分身，还没有开分身就中了。来来来来，十！哇，哈哈哈！哇，好险啊！中了中了中了！哦哦哦哦哦，乱箭！啊！嘿嘿嘿嘿！耶！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角色。哎、欸，有哦，这个获得是谁？这个是，哎、欸，这有点像是那个刺客教条嘛。然后他拿的是什么？丢斧头吗？哎、欸，好。怎么这么准？ Bullseye， 他那个标枪看起来很厉害，你丢太用力了啦，要轻一点。哇 ！Headshot， 啊，早知道不要告诉你了。中了啦！ Headshot。K.O. 了啦 ！Finish him！ 这是有中还是没中啊？哦，是怎样？骨肉分离就对了。Epic win！ 哎呦！啊，收到1500啊！啊，这个是丢这个鲨鱼，不是，这个是飞，什么都是什么鱼啊？管它什么鱼啊，丢就对了。它会弹起来，是哟。Bullseye， 就是这个垃圾桶哥啊。哇，他手机会弹出来。哇 ！Headshot， finish him。最后一集啊，去吧。Headshot， 这是什么？豆腐脑的。Fatality。是这个是 Upio 是什么 ？Michael， 他叫 Michael， 麦克，这是弹弓的。哇哦，好准哦！可是杀伤力好低啊、哦！你可以再丢准一点，好不好 ？Shot！ 哇塞！嘿嘿，欸、太远了，可恶啊！它弹起来打到我的脚，嘣！好险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吃我的炸弹！我看一下他的必杀技是什么。哦，这是什么 ？Loser 的这个 Locker
置物柜掉下来。Epic win！Around